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看到每个人人手一机。行动网络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而因先前受到疫情影响，为了避免接触，包括居家办公、学习和娱乐等，都必须依赖线上完成。再加上家中联网设备越来越多，宽频网络更已成为居家标配。其实就像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样，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所谓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先建好，当这个频宽已经具备了，高速公路已经具备之后，事实上它的应用就会接连的来，等到技术市场消费者一旦成熟之后，它就是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那如果到那时候再建高速公路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是先把所谓的台湾的第二条高速公路资讯宽频高速公路先建好之后，那这样的服务其实是很可以期待的。而随着智慧家庭加入生活应用后，包括常见的居家监控、物联网、智慧家电的应用，这些都需要高速网络的支援来进行远端操作。不仅如此，就连现在乐听众在家中收看的联网电视、 OTT 串流平台，都是必须靠高速网络才能达到最佳影音品质。影音的部分，我们知道画质会一直 在成长，还有运动赛事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观看。那运动赛事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稳定的宽频的不仅仅是 HD， 要 4K 8K 这样的一个高解析度高品质的收讯服务内容，所以频宽的需求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在智慧家庭的时代，许多智慧联网设备都需要家中稳定的 WiFi 环境，才能在良好的讯号中发挥智慧家电的功能。国内就有线电视业务推出搭配 Mesh WiFi 的方案，不用加价就能提供真正的全屋 WiFi， 更让影音享受不再卡卡。记者综合采访报道。